左边，好，好，慢慢的，依晨在视线再调到中间哦，从左边调到慢慢到右边，您的右边，好，好，依晨再慢慢的转一点点过来给您的右手边的摄影记者朋友们拍照一下。今年又担任了这一次台北电影节的影展大使哦，请问你有空来看这么多片吗？这次到底看了几部片呢？我这次十几部吧。十几部哦，也是以锁定这次入围台北电影节的作品为主吗？还是你还要看不同单元的影片？哦，我应该几乎都有看到一点。哦，好，那这一次你要颁发的是最佳新演员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今年入围的新人们说呢？我觉得演员这个行业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很辛苦，但如果真的那个热爱被培养起来，再苦你都会觉得很满足的快乐。那我很庆幸，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有那种学习而得到的快乐。那以此共勉之，因为这个表演这个领域，好像到老都学习不完。嗯，好，非常感谢依晨哦。好，谢谢，那请我们今年影展大使依晨，然后到我们台下稍事休息哦，谢谢。